备。对，所以最后看一下到底是谁先谁后，因为这个也是蛮影响这个比赛去走向哦。对啊，直接打在你的白头鹰头上，完了，头破血流，完了。他呢？他打，他是打陨石吧？应该要打白头鹰啊。他是会都可以，打陨石也可以的。他是会被有差，没有差。好，我吐了，我这样的吗？我怎么会变成这样？然后补牌，然后思考环境的情况下，以前就是也是超贵的神圣人，然后啊对啊，那时候神圣人一张900块台币吧，对啊，在我们这边也是超贵的，然后幸好我没有在玩。好，那这一边恭喜哈哈哈哈，去拿到这个包。好，那这一边直接进入站街，就把这个小鸟打回南极了，带走。回南极去，但也不要，就是不要气馁，因为还有这个季军赛可以打哦。那是，也是，那就可以恭喜一下，恭喜 Jimmy 去进去这个决赛，可以。那欢迎回来哦。那这一边是四强的第二场哦。这一次的比赛呢，将会由这个 BW 对上这个希望，这一次名次高一点。那这一次他的名次也很高哦，已经挺进四强了。那这一边就看他有没有机会去继续挺进这个决赛，再和。三八百，这直接敲就行了。给警告哦，这叫给警告哦。不能这样哦，浪费时间哦。要打了没？要了，要打了，打了，站街，这再管家敲下去就死了。对啊，没什么办法，没什么操作空间。哭啊！好，那先恭喜，希望这一次名次高一点，先拿下这个 Bow Free 的第一局哦。赢了，这异常的快呢。哦，很快啊，电脑现在赢的不一定很快，但输的都很快、啊。哎呦，那输的都是特别卡，输的都很快，肯定都是被秒的。是这样啊，哇，一张都动不了，什么姥姥啊，什么东西全在手，通招的机会也没有。哇，恭喜了！好的，那恭喜这个，希望这次名次高一点，是成功挺进的决赛，那他的名次也是蛮。Hello， 欢迎大家回来。那这一次呢，就是游戏王大学电竞联赛东南亚区的季军赛哦。那这一次将会是这个哈哈哈哈哈对上这个 BWB， 而他们分别的排型呢，就是小鸟对上这个电脑界。这打点都一定是超过的。来了，我有。没错，这个是苏卡，好像。是，这个啾是电脑界少数可以去处理。就是盖牌的东西的，其实他好像是说还有一张嘛，还有一张牌还没有出，对不对？还有一张什么？白虎吧，可是估计不会出了吧？看感觉不会出了，这么久了感觉不会出了，不好说。是就是他那个兽有没有自大胜兽少一点？可是他上个回合地图真的不能看吗？还是他看过了，只是我没看到？应该不是吧？他地图是。还没喊发效果吧？没有，还没有喊。对，所以可能他，对啊，可能没有。然后其实他已经，然后电脑这里就看都不用看，他看直接就炸他了，没了。对啊。好的，恭喜电脑界，恭喜 BW。那这一边呢是，那你也该打了再做。对啊，感觉哇，亏一堆伤害呢。刚才是不是也是？哦，他要杀，他目的是幻兽机。哦，那行。他丢的是幻兽机。神图坦。可是他蜘蛛用掉啊，杀不掉啊。连马上效果怪啊，这样杀不掉啊。哦，抽牌。哦、神圣人重耳。然后卡了。通招过了吧。然后卡掉。然后，我去，还有。我操！再摸到这竹蜻蜓可以补点。太猛了，是，真的是刚好哎、欸，哇、啊，哎，结果论，这打得好，我只能说打得好，哇，先恭喜这个 W Jimmy 还有李喜，对对对对对，
还有这一张，那应该没悬念了。这件事就上，升个 token 哦，鲜花单刷了，对，升 token， 直接五千，好的，这一波大的，嗯，好嘞，恭喜了，恭喜，那恭喜这一边这个 WJimmy0713 哦，成为这个我们这个比赛的冠军。这一次的游戏王大学电竞联赛呢，东南亚区已经完满结束了。那特别鸣谢 Safari Asia Limit、Nice Wing、Pioneer HK Limit、Tiger Guardian NFT 还有 Cyberport 数码港全力支持哦，也非常感谢 RJ 抽空担任我们的比赛赛评。那大家如果想支持或是看更多的比赛，那记得留意并追踪 YesSport 的网页、Facebook 专页还有 YouTube 的频道哦。那如果反应热烈的话，会继续举办不同的比赛给大家参加。好，那我们下一个比赛再见，拜拜。